音符只是在纸面上，音乐它是时间的艺术，声音的艺术，它必须要通过指挥家、演奏家、歌唱家、独唱者来演绎，才能使这个作品呈现到观众的面前。所以，我再一次表示我自己对这些歌唱家、演奏家、指挥家的衷心感谢。谢谢大家。